你好呀，叶医生。这阳光和阴暗是并存的。说说吧。他在外面那么阳光，去吧。但是把阴暗的一面留给了我。谢谢院长。就是把报复我、折磨我当成一种乐趣。该死的臭羊贼！我简直就是遇到了克星。天花！陆朝夕。住住！如果你没有遭遇车祸，你要把我的羊带到哪里去？是我救了那只羊。这有别的房间吗？没有。哎呀！还有一只，我可不可以钱？不可以。一晚300，一千，2000。别逼我报警。那你报啊！比起那屋，我宁愿去看守所呢。这人满嘴跑火车，还是个爱吹牛、气口不太合的人。我发誓。逼我打你是吧？你怎么还打人家？讨厌男人吹牛，他是你的救星才对吧？啊！我妈说，这样能缓解疼痛。我妈也说过。那我再帮你吹吹缓一缓。